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黄伟汉，我是燕丽，我是许嘉欣，我是蔡正元，我是俞北辰，我是刘玲营养师，是中医师周文伦，我是宝可梦，我是欢欢何庭欢，我是贾亮改，祝福您新春恭喜，金牛年大家事事如意，大赚钱，祝大家 Happy New Year， 祝福各位品观点的观众朋友在新的一年扭转乾坤，恭喜发财，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祝福大家牛年行大运，扭转乾坤，好事旺旺来，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恭喜发大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运亨通，祝大家金牛迎新春，好运旺旺来，祝大家呢牛年行大运，然后跟我一起财运一扭车翻转未来，耶、yeah! 新的一年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我们品观点的小燕有约，因为呢希望影片里头的股票档档飙档档赚。